特地来了北美啊，在这边呢，在美国这边已经讲了20多场了，所以今天晚上来的这个地方呢，给我们分享，给我们讲一下他的在这个多年来佛学的这个修学。主要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啊，最终圆满的生命的关怀，就是临终助念的。冯警官呢，在这个台湾呢，他也是帮助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啊，菩萨们，帮助他们能够预知福祉往生的，有很多很多殊胜的这个个案。热烈的掌声欢迎冯警官给我们大家讲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昭虚法师啊，各位莲友，各位居士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要有劲儿哈，没劲儿啊就没气了。助念经验谈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啊，4年前在洛杉矶金钟协会讲这个刘了凡入净土，也是以这个助念为主，内容都讲这个。那么这一次芝加哥金钟协会特别指定这个题目，这里又要讲2个钟头，但是故事啊或者是不一样啊，不能怕死啊，般人不懂得这个死啊，这很麻烦的哦。印光大师说，死啊这个字太好了，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得道业自成啊。咱们修学念佛的人呐、修道的人呐、念念都不能忘掉这个，则你的道业就自然就成就。千古最难，唯一死嘛。你要想不死，不可能啊，一定会死的。而且举世之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的。所以有一句话叫"自古从无祝寿"，能想尽办法想要躲避死亡啊，可能吗？想要避死，不可。其实啊，这个死这个一字啊，原来是个假名，它是假名。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一念真性，本来没有死，本无有死啊，不会死的。所为什么讲到这个死呢？所言死者，乃是舍掉了这个身，而另外受别种的身躯，就是分段生死啦。啊，各位要了解，人是死不了的，跟各位讲真话。一般世间的人对死亡哈、认为是一死百了，所以很多错误的行为就出来了，认为死了以后啥都没有，这是断灭见呐、所以他在这个世间就敢为非作歹了，就敢肆无忌惮了，就敢自私自利了，结果还是把自己害死掉了，害了自己堕三途啊、堕地狱哦。真的有地狱吗？王警官，有啊！你看我们的电线杆上，才不是看到吗？死后有审判，死后有地狱，这是基督教讲的，对不对？那么咱们道教，你看最近净空老和尚他请一个很会画画的江义子啊，我见过这个人，江义子这个艺术家，他是一个画家，很有名的，在台湾，他画了很多佛像，很多佛教的这个文物，他画了很多。这次师父请他画地狱变相图，是有因缘的，因为咱们中国以前是阴阳两制啊，阳间靠知县大人呐、管理这个县的这个治安呐、行政啊，阴间靠这个城隍老爷啊，在处理这个生死簿啊，各位了解阴阳共治啊，所以才会长治久安呐、从小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到城隍庙是干什么？不是看热闹啊，是看那个城隍庙里面的图案呐、地狱变相图啊，犯这个罪的就下刀山呐、你犯那个罪的就下油锅啊，都是因果啊，从小就有很强烈的因果观念呐、永远难忘的。所以小朋友从小接受这种的思想，叫他做坏事，他不太敢，他有所顾忌啊。如果没有这种因果观念，你看现在学校根本认为是迷信，也不强调。也不认为人死后会有这种遭遇，所以完全是知识技术的贩卖了，变成学电了。他不了解人的这个生命状况，人生的价值何在？我们人应该追求什么目标？没有讲这个了，老师不讲这个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只注重中间那个授业，大家变成考试的机器，
糟糕了，读出第一名来的，读出博士之优生会杀人的。台湾发生这种为了谈恋爱争风吃醋你死我活，把对方给害死了，毒死了。哦，这个新闻很大，大家都质疑这个教育有没有问题，教育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了，大家不知道啊。说我们中国古代啊，非常重视教学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礼记·曲礼》上讲的，任何一个王朝的建立、政权的建立，一定要最重视教育啊，其他不重视的没关系啊，重点是摆在教育上面的。你看我们现在投资了这么多的教育经费，这么多的资源，结果怎么样？所得的结果是怎么样？警察越来越多，军队越来越密集，有的就是军事统治啊，军事警察。那一般的民主国家是靠警力啊，那我们呢还有政报部队啊，警察还有政报部队呢，对不对？能够维好治安吗？结果治安是越来每况愈下，就是大家不晓得这个因果啊，就是不晓得六道轮回的真相啊。如果大家都知道有六道轮回，人死的不是一死百了，而是没完没了，而且是死的就不得了，你敢做坏事吗？不敢啊，心有所顾忌的，为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啊，不能够推卸给别人的，所以自己就懂了，哎呀，就会趋吉避凶了，就会自求多福了。所以现代很重要啊，要极力弘扬因果啊这两个字啊，成佛都不离因果，哎，何况我们凡夫呢，更要深信因果啊，造善绝对得到善报，作恶一定得到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它有时间性的，因果通三世的，不是现世一生而已啊。所以各位了解这个，原来是生命是无穷的，是无尽的，它是可以转换的，所以大家都有希望，人人都活到希望之中，老人不是等死啊，不然老人永远在心里面想，我快死了，哎呀，我没多久了，就给你等到了，而且死的是很难看，不瞑目，死不瞑目，有这句话吧。所以各位，我们做年轻人的要劝老人希望工程，老人是活在希望之中，你好好的修，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啊，你就是一天的想法，一天到晚生活在往事只堪回味，哎，往事只能回味，那个糟糕了，生活在记忆里面，你会生病的，越想病由想生啊，想出病来啊，给你想成老人痴呆症了，你打麻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听说打麻将可以预防中风啊，没这回事，告诉你，我就碰到那个洛杉矶金融协会的，不是洛杉矶，赌城啊，金融协会的会长跟我讲的，他说有一个人八十几，天天打麻将，他希望不会中风啊，结果真的中风了，打了几十年，最后还是得中风。你有那个业力吗？病由业生嘛，你跑不掉的呀。所以哥要了解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就知道何去何从，何处是归程啦、啊！不要糊里糊涂过日子啊，就好像蜜蜂一样啊，穷忙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到老辛苦一场空啊，两手空空见阎王，哎呀，那就完了。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念念不出来啊。嘿呀，那些鬼族啊，可对我们没有好，不会慈悲的啊。你看《地藏经》啊，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知道了，光是地狱的名号啊，众经千劫诉说不尽呐、啊，讲不完的。点名啊，就像我点名啊，军队不是点名吗？张三又，李四又，王马四又，哎呀，光是点那个地狱的名称啊，就点不完呐、啊。寺庙都有名称嘛，对不对？人也有名字吗？地狱也有名号啊，说怎么办呢、啊、你说地狱不能去呀、啊、真是可怕、啊、地狱不是恐吓众生的名词啊，真的有啊，道教讲十殿阎罗啊，都要一殿一殿审判啊，难过啊，人间再怎么苦比不上恶鬼道，跟地狱道更不能相比啦，人间太幸福啦，真是这样子。所以各位要了解，当人啊要了解人生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不要空在人间走一回啊，要懂得助人为快乐之本啊，
要懂得这个行善布施积德啊，这个人生才没有空过。如果你懂得念佛，那更好了。有大福德而使念佛啊，你没有大福报，没有大善根，你不会念啊，这句阿弥陀佛叫你念，念不出口哎。我碰过很多人都念不出口哎。你们在座的不是简单人物啊，给自己鼓掌吧。自我鼓励很重要啊，不要妄自菲薄啊，不要自暴自弃啊，大家都有充分的信心啊，你念佛才会得力啊。信嘛，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很重要的，信为能入啊，佛法大海，你这个信呢、啊、很重要，你不信呢、啊、那就麻烦了，哦，就少善根了啊、哦、麻烦。如果我们人就是不念佛的话，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就会随着善恶的业力啊、哦、如果你是造善业的，你就升到善道了，善道就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三善道吗？我跟你讲的，如果你啊、哦、恶业造得重，随重而去，下去了善恶道，下去了愚痴感召畜生啊，你来是投胎畜生啊。所以你看这个人好没智慧啊，不该做的他也拼命做啊，他善恶不分啊，是非不明啊，他多畜生道啊，他愚痴啊。愚痴不是他笨哦 IQ 零蛋，不是这个意思哦，很聪明的人也是愚痴啊，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被聪明误一生了嘛，苏东坡的名言啊。所以各位要了解啊，四字变聪啊，那是大愚痴，跟你讲，你读了博士学位，很有地位，学位好得很，可是都不相信因果报应啊，认为这个世界没鬼啊，还都是诺贝尔得奖的这个名人呢，我还不能讲谁呢，我一看完了，气尿尿啊 ，gun with the wind 完了，为什么？过去生中他有修禅定，有定功，所以这一次智慧很高，聪明很厉害，还有的过目不忘的，你们看过？我看过这种人哦，天才哦，不信佛了。隔音之谜，一投胎就忘了我是谁，跟那个歌星唱的那个一样，忘了我是谁。知道你们生下来知道你是谁的举手，没看过嘛，对不对？你真知道，你真知道了是谁的话，我还真怕你呢，你是不是哪来投胎的，那你还要跟你顶你下跪的、哦、当然也有例外的，强胎夺胎来的，他没有受过胎狱之苦，他没做胎，他可以进去前世，这一百万个里面有两三个，一两个有可能，不是没可能，很多历史报，很多新闻报道都讲出来了。你看美国不是一个印第安，一个有一个小女孩生出来会讲古老的印第安话嘛？哎呀，新闻报道了一大堆，她那讲的印第安还是古老的印第安语言呢。你说怎么办？全美就有十几个人会讲，表示啊，人啊还会投胎转世的，但是投到人胎的不多。你看前世今生啊，报道那书籍好像就是催眠的方法，他老是当人啊，我有点不太相信啊，确实他们知道有轮回啊，但是当人的机会太多了，不可能，跟佛经讲的不一样。佛经讲的啊，得人生者就早上土啊，跟手掌抓的这部土一样啊，失去人生的如大地土这么多啊，再当人啊如须弥参僧这么困难啊，这要讲典故了。须弥山啊，上面丢了一根针陷下来啊，底下有那个针啊，拿一根针啊，穿线头穿在针孔啊，才当人啊，不容易的呀、啊。所以人生难得，今已得啦。各位，我们现在是人啊，对不对？顶天立地啊，天地人约三才啊，人跟天地并称三才，不容易啊。三字经读过吧？不是光是国骂那个三字经啊，错了，是真正的三字经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啊。所以各位要了解，天地人约三才啊，人跟天地啊并称三才，因为人能够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功德啊，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万物之灵，人是万物之灵，佛在人间成佛啊，人修成佛容易啊，畜生鬼道地狱难啊，天上太快乐了，乐不思蜀啊，不想修行啊，豪贵修道难嘛。你看世间当大官的有财富的人，他会修吗？他可能也是一个样，做个样子而已啊，真正能够修的没两个啊，只是反而这个升斗小民为了生活奔波，知道人生苦啊，
生活不好过啊，哎，知道苦了。所以大陆同胞啊，以前过的很多苦日子啊，对不对？文革之后啊，对不对？很多问题啊，经济衰弊啊，不像现在慢慢经济复苏啊。你们都吃过苦的，知道苦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你们对人间比较容易看破，容易放下。每家地区高水准的生活，台湾、香港都是很有比较富贵的东西，富贵人呐、啊，他没吃过这个苦啊。越南人会念佛啊，我发觉，我看到念佛堂里很多越南来的人呐、啊，念的真是认真呐、啊。他死过一次啊，对不对？逃难能够逃出来啊，没淹死到大海里面去啊，南海里面呢、啊，多少死的多少越南人啊。能够逃出来美国、加拿大的，真是九死一生啊！所以他们念佛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要跟他学习啊！所以印度大师说，常常把死挂在头上啊、额颅上、挂在眉毛上啊，你就会觉悟了。要不然认为还早呢，我还不想死的。哎呀，你念佛就不肯认真了，真的跟你讲话，讲真话了啊！那么我们看到过年的对联啊，常常看到有一个单联叫五福临门啊。哎呀，五福临门最后一个福是考中命啊，各位都知道吗？就是善终的意思，就是一般人说的好死，好死决定好生。你看，好死决定好生，换句话说，不好死决定不好生。老师跟你讲，人若是不好死，重病而死，昏迷而死，横死于非命，哇，你来世绝对不好生，转世投胎的时候问题很多。可是我们要知道啊，中国人说啊，好死善终啊，很难的呀。你只要看看别人临命终的时候那种挣扎痛苦的样子，你或许会感叹的说啊，我这一生别无所求啊，只求个善终好死就好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多到医院看看病人，看病福田，功德第一啊！你不要怕医院不干净啊，磁场不太好啊，去了之后会好像冲到煞掉啊，台湾话就煞到了哦，不敢去啊，那你就错了，那就是生命的实验场啊！你看那急诊室最容易看得出来啊。我记得以前啊，我处理自杀的个案啊，哦，很多警有的警员一自杀，我这个关老师都到现场。刚好这个人吃的这个为了感情自杀没死，送到荣民总院急救、哦、第二天听到报纸消息，我、哦、赶快跑去啊，他要死了，不得了啊，你再不关怀他真死了、啊、哎，我过去了，我看他还在昏迷。哎，好，合掌出关，来跟我一起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的这个十几二十句他居然给念醒了。那昏迷了十几个钟头居然没醒，掌管说，哇，这个阿弥陀佛不得了啊，这我关老师这几句一阿弥陀佛居然昏迷不醒了十几个钟头被你念醒了，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他不该死，他不会死。所以我跟他这样讲，他说啊，他醒了以后糊里糊涂，哎呀，你是关老师，我说对呀、啊、你知道你干什么？哦，我昨天晚上干什么我也忘掉了。一下冲动啊，为爱啊自杀啊，糊涂到家。爱真的假的？各位，感情是真的假的？感情是多变化的，千变万化的，形式多因。哦，郑宇啊，是女孩子，你听到男生跟你讲 I love you forever， 我爱你永到永远，你上当了，不要相信甜言蜜语，不能信啊。不要说什么，连我们自己的感情情绪都千变万化了，今天高兴明天难过后天生气，你都不能掌控你的情绪变化的，你怎么还相信他讲的话呢？对不对？所以各位聪明的女性朋友啊，不要再上当了，知道吗？头婚你结婚了、啊、结了婚是没有办法，是没有错了，人人的开始的夫妇，这个君子之道照端夫妇，大家头脑要清醒啊，婚不能头婚，结了婚要不婚，叫婚而不婚，你看，婚而不婚，结了婚不能头婚，知道吗？要保持清醒，你就不会走入婚姻的坟墓了。哎，这个可以变成一个家庭菩萨家庭的道场啊，在家人啊、哦、修敬业的道场啊，你生的子孙是小菩萨，知道吗？小罗汉来投胎了，
要不然的话，你的胡胡这是关系感情的冲动，莫名其妙的结婚，啊，完全跟着感觉走，来投胎的找你报仇的，夜叉罗刹畜生来你家投胎了，嘿嘿，气死你，你都不知道啊，跟你讨债报仇，哎呀，真的难过啊。你看一般人临命都会手忙脚乱，六神无主，急得像落汤的螃蟹一样，还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没有主见啊，不知道，慌啊，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情啊。死神上门啊，阎罗王的驾帖已经来了，你能抗传不到吗？法院的机票有时候我们还聪明得很啊，想办法找理由啊，我不接受传唤，阎罗王的驾帖通缉令一来啊，你躲都躲不掉。一起念，阎王叫人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听过吧？你最爱的人也不能跟你跑啊，不能跟你寻葬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知道吗？儿女跟你替你受罪不可能。第一章经讲的父亲跌入地狱啊，刀山啊，儿子得入油锅，你爸爸说，儿子啊，我是你爹啊，苦不堪言了，你来替我受罪吧，他不干，知道吗？父子至亲歧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真话，你过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咱们各不相干呢。你要知道这轮到轮回的真相啊，你就知道啊，好好修啦，不修不行啦，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啦，苦不堪言啦。所以佛经上说，人死的时候就像乌龟脱壳那般的痛苦，我们平常啊只看到只不过他外表挣扎的样子，其实他内心的无助恐惧痛苦和旁，那才真的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啊。活人不知死人苦啊，苦在心里口难开啊，死人为什么说不出来？他气快没有了，三寸气在千般用啊，一旦无常万事休啊，他的气都快没有，他怎么会讲话呢？完全是彷徨无奈孤苦啊，痛苦的不得了啊。而且这个世间的名人富贵人死的都不好死啊，你看美国总统雷根啊，两任的总统啊，他应该是个很慈悲的一个总统，我还蛮欣赏他的，他蛮幽默的 humorous， 对不对？讲话很有哲理啊，但是他不懂得什么叫做阿弥陀佛。哎呀Do you understand who is 阿弥陀佛？有时候我有时候是梦里面还问雷根总统啊，我希望我能跟他沟通啊，因为他也是我很欣赏的一个政治家嘛。可惜你看他虽然长寿，他不健康啊，他得了老人痴呆症，好像什么巴森金氏症是吧？他连他的太太南希都不认识了，你看怎么办？就苦了十年啊，十多年，还是糊里糊涂走掉的。我听说尼克森总统也是中风走掉了吧？哦，所以富贵的人都不一定善终啊。什么叫善终？你不学佛不修行，你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善终啊。你绝对不会乱投胎啊，不会上错天堂投错胎，没这回事的没这回事的。随着你的业力走啊，你看中国很多乡下的老太婆老太公不认字字，一生为人处事慈悲善良啊，做好事啊，连一个脏话坏话他都不忍心讲出来啊，那真是老好人啊，走的时候就很轻，交代的清清楚楚啊，你们不用哭了哈，好，送我一程就好了，我的财产都分配好了，不要抢啊，交代的很清楚。好，讲完了，咚，就断气了。哎呀，他绝对不会坐三恶道，你相信吗？明白清楚，他怎么会乱投胎啊？不会的，不灵啊。灵的话，他会投胎到王永庆的儿子啊，投胎做江泽民的儿子啊，对不对？或邓小平的儿子啊，高官显宦的儿子嘛，至少生下来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嘛，有没有这种讲法？有嘛？人家说我走七宫运的，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呢、啊。哎呀，我想想，也对，也不对呀、啊。啊、哦，我太太是高官的孩子，没错。我没有靠我太太的帮助，岳父的这个屁印，我跟你讲，我警察那边讲佛法。早就被枪毙了，一学佛十年将近，一开始就开讲了，哈，讲得过瘾的不得了啊，他们认为我讲得头头是道啊，他们听得好过瘾啊。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讲，
反正一学佛就会讲，过去生中啊，可能有学过啊，只能这样解释了吗？对不对？而且很喜欢讲，讲到老都现在已经五十而知天命了，还想讲啊，还发个愿呢啊，全世界游走哎，希望能够跟大家广结法缘，未成道业先结善缘嘛，千万不要结恶缘啊，我们结清净的法缘啊，你说是不是？你看大富贵人不一定能善终啊，长命百岁也不一定死得安详哦，不一定哦。有的老人死在家里面，孤独老人呢、啊，没人知道啊，死的尸体臭了几天呐、啊？哎呀，隔壁闻得好臭啊，才去打开门呐、啊。哎呦，我们警察去看了、啊，我的天呐、啊，那个尸体啊，真的是不能看呐、啊，虫都钻了咬的一塌糊涂啊，尸水全部流到楼梯口了，整栋大楼都臭死了，叫臭死人，身体真臭啊，你不知道啊。所以我常常劝我的女儿啊，不用再化妆啦，我知道你很漂亮啊，漂亮还不如庄严好啊，你漂亮人家会起邪念对你啊，你长得庄严人家还对你蛮恭敬的，对不对？我昨天今天打电话还特别鼓励她，女儿啊，好好的修啊，庄严比较好啊，少化妆啦、啊、哦，化妆虽然是礼貌，不能化得太浓啊。宝宝知道你很漂亮啊，自古红颜多薄命啊，千万要小心啊。那现在很多驰名的这个文学家啊、哦，什么诺贝尔的文学奖得主海明威啊，川端康成啊，三岛由纪夫啊，画骨画家反骨啊，隐星乐地林黛啊，张国荣啊，张国荣啊，倩女幽魂那个主角啊，都死于非命啊，都自杀啦。你说怎么办呢、啊？越有名的人死的好像越凄凉，有没有那种感觉？有没有？所以不要打知名度，名为天地造物所忌呀、啊。你这个名跟你的这个福报不相称，跟你的德恨不相称，糟糕了。是想盛名而无实德者，多有其祸啊。了凡四训讲的，这个世间享有很大名声的，但是你的德恨不够，不能跟你的名相配 ，unbalance 不平衡了，你就要出意外了，出你意料之外。所以不要打知名度，不要找报纸来宣传，因为我是为了弘扬佛法，哎，让大家能够知道佛法，记着你发个善心，笔下超生啊，你功德无量啊，明天让我写那个犯罪的情节，你笔下杀生，你知道吗？罪过无量。所以我常常劝记者朋友啊，要懂得道理。这次到蒙特利尔碰到一个记者，跟他讲了一课，他好高兴，哎呀，一会儿这个资料拿给我，我慢慢写，一点一滴的，不着痕迹的。我说你功德无量，笔下超生啊，不一样的啊。同样一个行业，看你用心如何啊，对不对？做警察也是一样啊，你是菩萨化身还是罗刹化身呢、啊？随便你，身在高门好修行，身在高门好造孽，也是你一念之间呢、啊。这个行业都是一样的啊，希望大家要懂得自求多福之道啊，将来才会。好中命才会有善终嘛，要不然很麻烦的、啊。尤其是政客啊，哦，更严重啊。很多从政者的下场那就更恐怖啦。你说是不是？亡国的皇帝啊，你就知道了。为何生在帝王家，在明崇祯皇帝吗？亡国的时候自缢而死嘛，上眉山自缢而死嘛。做他的女儿也苦啊，还要改化妆啊，改换人啊，替他死啊。你看怎么办？所以帝王之家也是很苦的，不要以为帝王享富贵啊，尤其亡国的皇帝很凄凉的啊。所以善终得来不易，因为我们不知道阎王爷何时会给我们送刀吉利，也不知道临终会遇到什么障碍，死亡随时都有突击我们的可能，你相信吗？一个台风，一个飓风，你看佛罗里达死了多少人，他们心里有准备吗？他们没有准备啊。所以恐惧而死，惊恐而死，投胎一定不好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末代到老方修道，孤坟都是少年人，这个成语寄语，对我们就会有警觉的，提高我们的警觉性了。因为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棺材里面装的是死人啊，没有规定是装老人的呀，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善终很重要呢？
假如因为一个人不是寿终正寝的话，是由吊死的、车祸死的、癌症死的、即死渴死的，或烧死的，或是被杀而死的，那么他会变得含恨在心，心内一有的怨恨就会投送到一个很不好的境界。比方说做毒蛇来报复，或跌到地狱里面去，因为嗔恨心堕地狱，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所以十二品生死经上说，如果是因为福报享尽了，是渴死的，或者是饿死的，他极可能变成恶鬼。所以啊，你看枪毙犯人啊，都怕他饿死啊，拿顿饭给他吃，吃饱了再死啊，再枪毙啊，有没有这样子？有这个习俗吗？古代也是一样啊，现在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些犯人看到这个饭呢、都掉眼泪了，吃不下最后一餐呐、很难下咽的，就喝酒啊，哗糊里糊涂啊，拼命吃啊，没办法，希望自己不是变成一个饿死鬼啊。所以人死为鬼，中国人的观念，人死不一定为鬼啊，但是人很贪心呐、鬼是贪心变成的，贪心鬼有没有？它的原理是贪呐、不管你贪财、贪名、贪吃、贪睡、贪感情，都容易变成鬼。所以当鬼的就多了，70%左右是变鬼啊。大家可以参考，横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受了很大的痛苦，心中是幽怨交加，不但很难提起善念，而且心中会愤恨不平啊，很容易怨天尤人啊，把平常的道德修养破坏无疑的。所以古德教我们要常常发愿呐、发什么愿？愿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嘛，有没有？并且能够承蒙佛菩萨的接引，往生佛国净土。教我们发愿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嘛，有没有读过吧？愿我临终无障碍，弥陀圣众远相迎，训你五浊生净土，回入娑婆度有情嘛。所以我们要常常发愿，做功课都要发愿，临终不要有障碍，临终生重病啊，一糊涂了，佛也念不出来了。你看有的人念了半天，念了一辈子，奇怪，业障现前了，来助念的统统赶走，不要念了，念书丢掉，那是冤亲债主找你算账啊。家属这时候要注意了，千万不要上当哦，要帮他一把，他修了一辈子啊，这时候在关卡障碍现前了，你要有智慧才懂得处理这个状况，要不然他前功尽弃啊，就很可惜啦。那么善终的种类啊有很多啊、大概可以分为三大类，所谓小善终、中善终、大善终啊、这三大类。小善终是指啊没有遭遇到意外横祸无病而终的。中善终是指没有，不但没有病苦，而且心中没有怨气和内疚，养不愧于天啊，苦不作一地，安心的去世了。那么大善终呢，这要修行才有办法了。自己预先知道临终的时间，不是说犯人被枪毙你知道，那就很麻烦了，是你要自己念佛功夫成片，至少功夫成片一个月前就知道了，甚至一年前三年前就知道了，那功夫更深现在能够三天前知道了已经不简单了。像我们那个老师啊，他比一个这样子什么意思，后来我们才知道4天叫我们助念4天他才肯走啊，功德才够啊。因缘是这样子的，度了好多人多少人帮他助念呢、平时是个善女人在佛门积功累德虽然他没有参加什么法会情深只打过一次佛七但是他真正是做到佛经讲的善女人。我据我来做他学生来观察他，确实是这样子，所以他够资格，加上他念佛精进、拜佛精进，各位平时要修行要认真他一天70岁的人拜300拜到400拜一天无量寿经念5遍的一天念了6000遍不晓得各位念了几遍每天拜几拜问问自己吧，要自我反省、自我检讨人生什么东西都假的，就往生这件事情是真事是大事不要开玩笑要会跟自己算账不要算盘打得精，袜子改背心，斤斤计较
哦，这样不好哦，心术不光明磊落。所以要懂得哈、哦，善终的原因呢、啊，就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很重要啊。好人，连世间的好人往生的时候都有障碍。行善的人，你看第一章第八品上面讲的，行善的临终的时候也有百千位的恶道鬼神，变成我们已故的、已经死掉的父母和眷属，来引我们进入恶道受苦。何况平时造恶的人，那就更不必说了。好人都有这种现象哦。像我们看很多人往生修行，临终的时候都有冤亲债主来障碍你，那个脸都会变的，变脸的，哎呀，看得会紧张啊！你去注意你就知道了，不是他的脸。你看我就知道圣格西演讲，有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居士啊、哦，这个女性女居士，她就跟我讲两个公案，她亲身碰见的，她爸爸往生前一个月。在家里面嘛，他突然要帮他爸爸做事，在房间，他爸爸他突然整眼，他一头抬头一看，哎呀，他爸爸的牙齿怎么好像跟青面獠牙一样，那个脸变成个鬼脸，他吓得跑到外面叫妈，妈什么爸爸怎么变成鬼脸了，变成鬼了，哇大叫啊，吓死了，从来没看过这个脸，你爸爸是很亲切的脸嘛，一般来讲哈，突然看到变成另外一个脸，他会吓坏了，变成鬼脸了，因为我们看看一个人。他的神志不对的时候，看他和平时以前那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啊，现在看他六神无主，眼睛呆滞，好像脸换了一个人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只是换的还不是很严重，还依稀还可以，那个模样还认识清楚，可是真的不太像他了已经，就像眼神看出来不像是他，对不对？那都有冤亲债主附在他身上，老实跟你讲，修行要好好修才很重要的，要靠有功夫啊！没有功夫的话，到时候很麻烦的。那个《净土三昧经》上面讲到，如果人平日行善，临终将要升天的时候啊，他会看到天人拿着天上天衣和乐器来迎接你，迎接他。但是，假如造恶要堕地狱的话，临终会变成看到许多士兵鬼卒拿着刀枪剑戟把你围住。假如这两种人所见的，虽然这两种人所见到的不一样啊。可是嘴里面都说不出来，只有随着他们所造的善恶业而去受报了。圣经上也讲啊，一个人快要死的时候会见到中阴相，哎，平日造恶的人会看到自己到地狱道、畜生道等三恶道受苦，还没去就还看到了。有时候看到阎罗王和鬼卒拿着刀杖来抓他，有时候会听到三恶道受苦的声音，这都快堕恶道的人了。但是平时行善而要将升天的人呢、啊，临终会看到天上的庄严的宫殿，还有仙女在游戏和快乐的样子。那么捕鱼的人呢，就临终看到很多鱼禽跟他索命；打鸟的就看到很多鸟在那啼叫，在那啄他。那么临终看见所屠杀的牛群现形来索命的话，是杀牛的人。你看堂堂的张善和，对不对？还好他会告诉他太太，叫他叫出来来救他命。真的劝他念佛，他往生极乐世界了。临命中碰到善知识，那是大福报啊！现在善知识少啊，恶知识多啊。所以，甚至有人在没死的时候，别人看这个屠夫已经变成一只牛，或变成一条猪了。这就是这个人将投身恶道的征兆。这时候救他来得及吗？你家属懂得佛法，或者有善知识在旁边，还有救，还能够起死回生。就像张善和一样，可惜这些人恶业太重，杀业太重，障碍重重，众生的业力之大，能敌须弥，能伸巨海，能障圣道，叫你听不到佛法，叫你不能够超生，叫你去还债。冤亲债主不让你这个善知识接近的，他会把他赶跑了，他会阻碍他来的。我们谈到这个助念哈，我这里哈也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关怀哈。确实要懂得善巧方便呢、啊，最好是提前做，不要等到断气的时候手忙脚乱。当那时候是千钧一发，时间不够。对很多临命中的家属，他懂，会找善知识，会找居士大德，还病重的时候就跟他开导了，知道这个病没有希望了，拖两个月、三个月才会死。
澳洲有一个居士，他说我一个大姐啊有问题啊，希望你能到荣民总医院啊，这个加护病房啊，这个特别病房给他开导一番啊，他那么诚恳啊，不远千里从澳洲而来啊，给你请法，你能令法吗？不行的，你找时间也要去啊。这个一去啊、哦、这个大姐啊病得很重，医生说不好医了，等拖时间而已了。结果我去在这个病房里面要讲法，等着一开示吧，起码一个半钟头吧，讲做法回向他的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嘛，甚至请这荣民总医院的所有的孤魂野鬼来听法嘛、哦、我们这个法师就是这样子的、哦、有这个责任的、啊、有这个义务啊、哦、不是光为你而已，你一个人讲的，旁边活人看不到的都要来听啊。结果他的家属该来的都没来，没有权利决定他往生的事情的都在场，有权利决定他往生该用什么方式的那人都不在，奇怪不奇怪？你说，我说真正重要的人物能够有帮助他权利的人不在场，可惜啊，这个家里属一定要建立共识啊，这场临终大决战你们才会打、啊、那个不是开玩笑的，那集体作战的，你看坦克大决战部队作战都是集体行动的，对不对？听指挥官下令啊，这是指挥官的、啊、他可以要求家属帮他什么忙啊？他还会讲话嘛，所以越早做关怀越好啊，太晚了他话说不出来了，他已经变成植物人了，他已经昏迷不醒了，你再跟他关怀那很大，当然很重要啊，可是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那个力道就弱了很多了，所以越早越好，让他早点得闻正法，早点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成佛的机会就很高，要不然这个机会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我这样讲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他们偷偷帮我录音起来了，我讲得很自然，哗啦哗啦讲了一半，讲了就说你不能怕死啊，你要知道啊，冤亲债主啊就在你旁边呢、啊，还是你看得到的最喜欢的，我直接跟他这样讲，我直接跟他这样讲，你的家属说不定他不懂佛法，他就是你的活着的冤亲债主，看不到了都在你旁边伺机等候报复的时机，你怎么办？你的处境等于身陷重围啊，被大军包围住了，有的看得见的，有的看不到的，这时候只有你心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时候你要靠自己啊，主要是靠自己，你是主角哎，这场战役的是你是主角哎，别人是配角而已啊，帮你一把甚至拖你一把而已啊，所以你自己要自求多福了，听清楚了没有？都带不走的呀，都要放下，你最爱的先生也要放下，知道吗？说不定他就害死你了，我跟他这样讲啊，他的眼泪一掉一哭一喊，哎呀太太啊，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你不会等我啊，完了你就完了，你死不瞑目了，真的是这样子哦。你没看到啊，那个修行修得很久的，古代都有，现在也有啊，哎，他有老婆啊，甚至还有两个老婆，以前的三妻四妾的嘛，这小太太跑来了，相公啊，你怎么可以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这个世界呢？哇，他一听啊，眼泪就掉下来了，佛本来来的就快见佛了，佛都忘掉了，不去了，感情的执着啊非常的严重啊，咱们人是感情的动物，很容易上当的这东西，所以平时要练一练啊、哦、不要跟着感觉走啊、哦、要八风吹不动，要练这个功夫啊否则的话就麻烦了，就上当了啊啊、哦、这个澳洲这个居士请我帮他大姐这样开导，可惜他那录的那一片 CD 啊偷偷录的，所以音色不好，但是他认为很重要很棒，他认为，我认为哎呀，那是我那场讲了一万钟头都很卖力了啊、哦、既然有请嘛，我得卖力的讲嘛啊、哦、也是讲得很法喜充满那一场。